今天我们来比试什么呢？哇哦，好漂亮的蛋糕啊！让我来仔细看一下，这里面是什么呢？让我先来打开，用手指在里面蘸取一下，是蓝色的液体哎。用它画出一块巧克力。那要把它放在哪里呢？啊，我想到了一个，烹变成真的了。我的药怎么办呢？两个手指蘸取不同的颜料，两个手同时画出甜甜圈，真可真的是太棒了。让我来仔细的看一下吧。来看我的表演吧，让我先来蘸取红色颜料，在你的脸上画出胡子。我来用橡皮擦掉，我简直就是太厉害了。我又想到了一个，用手指蘸取黄色的颜料，给你画出几条横杠，打个响指就变成了笼子。拿不到甜甜圈了，这真的是太好笑了。让我先来尝一尝，这味道真是让灵魂深陷啊。把蛋糕摆在盘子上，需要我们来画出物品形态。用猜拳的方式来选取不能参与的物品。我赢了，哎，让我来转一下。啊，怎么是闭眼睛呢？让我来随便用一根吧，就是它了。在纸上画出物品的形态，看看我画的吧，是不是很相似呢？终于画完了，快来看一下我的吧。哇哦，画得很棒哎！蛋糕是你的吗？非常的感谢，这蛋糕真的好大啊。让我先来尝一尝，这味道真是让灵魂深陷啊。我也终于画完了，快来看看我的吧。啊，怎么是这样的？你的这个腰怎么了？来看我的吧，和你的很是相似啊。这是什么？闻一下味道。哇，让我来用刀来切开。里面是蛋糕哎。哇，天哪，吃相不怕被你们笑话，但是它却是很好吃呢。